即一家一齊慶祝係最開心㗎啦。咁你兔年有冇啲咩特別嘅願望呢？兔年想最重要都係身體健康、娛樂工作咁樣啦。最緊要啦，就係要裏面有一啲嘅賀年嘅活動啦，就同大家一齊參與嘅。咁首先咧就好高興邀請我哋兩位嘅明日紅星咧，就台頭上面就有個揮春啦。咁即席咧邀請你哋咧，率先咧就寫低你哋嘅兔年願望，同大家拜個早年先好嘛。咁不如我哋邀請啊Dana同埋 Mimi 一齊咧，就係用筆咧就寫上你哋嘅新年願望先，可以寫一個四字嘅。何語又得啦，同我哋嘅記者朋友同埋我哋觀眾咧去拜個早年先噶。好啦，我邀請阿 Dada 同阿 Mimi 咧，就係寫低佢哋嘅願望先。嗱，可以用咩方法都得嘅，可以用。一個嘅四字嘅賀語啦，又得，或者咧用一啲，我見到多豆好似話嗰只兔仔添喎，咁你都可以用一啲嘅圖畫嚟到表示都冇問題喎。究竟佢哋嚟緊兔年有啲咩願望想達成嘅咧？咧就係 show 一 show 你嘅願望，可以俾我哋嘅記者影影相先嘅，唔該曬。我哋今日咧其實會有個迷你嘅繡花鞋展啦，當然咧就係要應一應節啦，我哋整一對嘅繡花鞋，我哋頭。咁佢 Dada 咧，主要都係用金色為主啦，應該都希望新年咧就係賺多啲金啦，盤滿嘅，都非常之吉利而同埋咧最緊要就係事業咧就係有非常之明顯嘅進步啦。